过山洞地啊，你把这个过山洞啊，好，再来一圈吧，弟弟，过山洞。你真的很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那我要过妈妈山洞。好，这是妈妈山洞。你要接过一下。好。哇，弟弟骑的是兰博基尼的滑步车哎。嗯。我骑的是脚踏车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弟弟继续过山洞啊。妈妈，弟弟会不会骑没有辅助轮的？你才今天刚学会而已，弟弟还没有那么快啦。弟弟继续骑滑步车吧。你去过山洞还是你要骑哪里都可以。我要骑下面。好，哎呀，弟弟经过鸟大便了，后面有鸟大便，白白那个就是鸟大便干掉的。我知道，鸟大便干掉的，没得扔到。对，不能扔到哦。我弟弟，我要绕你们这一边呢。好啊。你看这只上面的也是鸟大便。哪里？那里很大一张纸，就是鸟大便。对啊对啊。哎，姐姐，你吃草皮哦？我想那边。哪边？里面。那里面没有开啊，弟弟，没有开，没有开。没有啦。有。嗯，好，那你骑吧，走吧。走啊。嗯。走啊。为什么要走？你不是要过去吗？过去哪里？你不是说你要去那边走走？要去吗？嗯，自己骑吧。拜拜。好啊，继续过山洞吧。爸爸，我要骑这里哦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！那就出来了，那过另外一个山洞。为什么我总是火车过山洞啦？我哪知道，你就喜欢过山洞啊。